今天我们来钩制一款世界杯吉祥物挂件，它的钩法非常的简单，头部是圈钩的，身体部分是片钩，线材用到的是无骨的牛奶棉，搭配 2.5 毫米的钩针，两只手可以随意的凹造型。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，接下来跟我一起钩织吧。这是整体钩织好的样子，头部是圈钩，身体是片钩。来看一下它的背面，眼睛呢是可以活动的，我们可以随意的凹造型，造型做好之后我们可以用缝针去缝，或者用胶水去粘都是可以的。接下来钩织它的头部，首先环形起针，钩针穿入起针环内，带出一个线圈，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。我们开始钩织第一圈，第一圈是在起针环内钩织六个短针，第一圈完成之后一共是六个短针。接着处理开口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根线段和一根线头，先拉里面的线段，再拉外面的线头，这样开口处就缩小了。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连接，如果觉得钩织引拔针不美观的话，我们可以搜索隐形引拔的方法。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我们开始钩织第二圈，第二圈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钩织一次短针的加针，也就是每一个洞里需要在同一个洞里钩织两次短针。第二圈完成之后一共是12个短针，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进行连接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三圈。第三圈我们是按照隔一个短针增加一个短针的规律钩织六次。接下来开始钩织第一组，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，这样第一组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织第二组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增加一针，这样两组就完成了。接着按照同样的规律一共钩织六组，第三圈完成之后一共是18个短针，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进行连接，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我们开始钩织第四圈。第四圈的规律是按照隔两个短针增加一个短针，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三个针目里增加一针，这样第一组就完成啦。接着钩织第二组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三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，这样两组加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按照隔两针加一针的规律将这一圈钩织完，一共钩织六组。
第四圈完成之后一共是24个短针，接着和第一个针末钩织一个眼拔针进行连接，再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下来继续钩织第五六七三圈，共钩织三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每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每一圈一共24个短针，一共钩织三圈。第七圈完成之后，我们开始钩织第八圈。第八圈的加针规律是隔五个短针增加一个短针。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三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四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五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六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。这样第一组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织第二组。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三个针目里一个短针，第四个针目里一个短针，第五个针目里一个短针，在第六个针目里增加一个短针，这样两组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重复钩织，按照隔五针加一针的规律，一共钩织四次。八圈完成之后一共是28针，接着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眼拔针连接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我们开始钩织第九圈。第九圈至第十圈是不加不减的两圈，每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，一共钩织28个短针，共钩织两行。第十圈完成之后，和第一个针目钩织一个眼拔针连接，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将线剪断，线头拉出，这样头的部分我们就完成啦。接下来钩织袖子的部分，从眼拔针的位置数七针，穿入第七个针目内，带出一个线圈，接着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钩织衣袖的第一圈。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，同一个针目内，钩织出三次短针。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，放置一个记号扣。接下来继续钩织中间部分。中间部分是不加不减的钩织12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第七针钩在眼拔针的位置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十二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，同针目内连续钩织三个短针。接下来线圈拉大，毛线球从线圈之中穿过，接着将线圈拉紧，
接着从织物的右侧第一个针目入针。将左侧的线段拉过来，从第一个针目带入，调节中间的线段，调整到比织片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。接着继续从右往左钩织，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新手的话呢，还是在第一个针目上面做上一个记号扣，这样我们就能快速清晰地找到第一针。接下来钩织中间部分，不加不减的16个短针。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16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在最后一个针目里同针目里钩织两个短针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着将线圈拉大，毛线球从线圈之中穿过，将线拉紧，接着回到右侧第一个针目，钩针穿入第一个针目里，留适当的线，将线圈带出。我们开始钩织第三行，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同针目内钩织出两个短针，新手需要在第一针的位置做记号。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18个短针，18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在最后的一个针目里同一个针目内连续钩织两次短针。接下来将线圈拉大，毛线球从中心穿过，将线拉紧，回到右侧钩针从第一个针目穿入，将线带入。接下来钩织第四行，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同针目内钩织两次短针，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钩织20个短针。20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的一个针目内同针目内连续钩织两次短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球掏出，线头拉紧，回到右侧第一个针目，将线带入。我们钩织第五行，首先在第一个针目里钩织一次短针的加针，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22个短针。22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的一个针目里加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球掏出，
回到右侧第一个针目穿入，将线带出，开始钩织第六圈。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加一针，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24个短针。24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在最后一个针目里增加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球掏出，回到右侧，我们开始钩织第七行，从第一个针目穿入，将线带出，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第一个针目里加一针，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26个短针。不加不减的26个短针完成之后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里增加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头掏出，线头拉紧，这样衣袖的部分我们就完成了。接着翻到背面，我们开始钩织它的衣服下摆的部分，首先找到右侧的第一个针目，加针的缘故，第一个针目会微微向下倾斜，这个是不要紧的。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八针空着不勾，在第九个针目入针，将线带入，我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将第一个针目和第二个针目并为一针。减针的方法看我演示，钩针穿入第一个针目内，带出一个线圈，接着穿入第二个针目内，带出一个线圈。现在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一次性拉过钩针上的三个线圈，这样是一个减针。接着继续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11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11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将第12针和第13针并为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头从线圈内掏入，接着回到右侧第一个针目入针，将线带入，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将第一针和第二针并为一针，接着钩织中间部分不加不减的9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接着将最后的两个针目并为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团掏出，回到右边第一个针目，将钩针穿入，带出一个线圈，我们开始钩织第三圈。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将第一针和第二针并为一针，接着不加不减的钩织七个短针。七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将最后的两针并为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头掏出，回到右侧，从第一个针目穿入。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我们开始钩织第四圈，将第一个针目和第二个针目并为一针，接着继续不加不减的钩织五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接着将最后的两个针目并为一针。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头掏出，回到右侧，第一个针目穿入，带出一个线圈。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将第一个针目和第二个针目并为一针，接着钩织三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接着将最后的两针并为一针，接着将线圈拉大，线团掏出，回到右侧，第一个针目入针，将线带出。首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将第一个针目和第二个针目并为一针，接着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将最后的两个针目并为一针，线圈拉大，线团掏出，回到右侧，第一个针目入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钩针穿入第一个针目内带出一个线圈，穿入第二个针目内带出一个线圈，穿入第三个针目内带出一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性拉过钩针上的四个线圈，这样将三针并为了一针。接着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将线剪断，线头拉出，这样主体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将两面不对称的地方轻轻拉扯一下，接下来用手缝针处理线头的部分。接着我们在第一圈、第二圈、第三圈、第四圈、第四圈和第五圈的中心针目处，用黑色的线引拔一圈，作为发带部分。引拔到还剩最后一针的时候，我们将线剪断，线头拉出，接着用手缝针处理一下开口的部分，
接着钩织20个辫子针，作为挂绳的部分。19、20，然后从头顶的中心针目入针，将线头拉过。在背面和起针时候的线圈打死结。然后用手缝针将线头藏好。接着粘贴眼睛，将黑色的线分成两股，接下来缝合嘴巴的位置。接下来缝合眉毛，这样一个可爱的饺子皮就完成啦。